入伍服役。现身位于江原道白骨部队新兵训练所，戴着墨镜黑口罩，只露出脸颊上半部，吸引近百名粉丝铤而走行。事后他的经纪人李泰熙在社交平台上公开两人合照，曝光 CDT 小平头的帅气模样。黑白照片中有戴着帽子的李泰熙长镜，权志龙顶着兵哥标准的小平头发型，身体微微前倾，俏皮摆着温克和举手敬礼的姿势，让经纪人感性写道：“哥要健康归来哟，祝福对方。”权志龙下午2点现身江原道铁原郡陆军白骨部队的新兵训练所，预计进行5周的基础训练。白骨部队素有魔鬼部队之称，训练口号是只有抱必死决心投入战斗才能生存。在韩战时，白骨部队先是最突破38线的游击军队，真人秀当兵节目真正男子汉就曾在该部队服役。目前演员池昌旭、周元均在该部队担任新兵助教，三人或许有机会见